久后，福音的工作又再次受到阻碍。就在西元1868年，台湾发生了樟脑战争，台湾人排斥洋人传教，紧张的氛围达到最高峰，教堂被毁，信徒被杀，洋华交欧之事相继发生。他从高雄，然后就进到凤山一带哈，在那边工作，哎，好像效果也蛮不错哈。但是马上就又引起了中国人的这个攻击，就是在凤山发生的背头事件啊。所以背头事件发生以后，这个当时教会受了很大的损伤。那么最早期信主的高长也在街头上被打，所以哇，这个问题闹得很严重哈。当时的马雅各医师才赴香港结婚不久，也就是另一位宣教士李修抵台的第二年。马雅各医师听闻这些消息后，不但没有留在香港避难，反而立即启程回到台湾，来帮忙教会处理受迫害的各项事宜。在马雅各医师等人的奔走之下，终于向清廷争取到宣教士在台湾有传教居住的权利。同年的圣诞节过后，还依然心系台湾府的马雅各医师再次回到台南的二老口，就是现今的启聪学校博爱堂附近，重新开始在台南府城行医建堂。后来也这个英国领事是保护的嘛，英国领事进来哈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就有些有这个交涉，弄到最后，所以后来，他们就宣布说哈呢，还是允许他们传教，他就把他高雄这边的工作就交给后来的一些宣教士哈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Patrick Munson。他就把他那边的诊疗工作交给 Patrick Munson， 他就回到台南啊，他觉得台南还是个基地，他又重新回到台南府城，在北门路，也就是新楼医院的前身，他在那边继续租了一个房子，在那边做医疗宣教啊。因为当初看病的人跟做礼拜的人很多啊，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分开，纯粹为医院，在台南的青年路那边。他就租了三个房子当作礼拜堂。第一次踏上府城宣教时，马雅各仅短短待了23天，就因看西街暴动事件被迫离开此地，前往高雄。事隔3年后，他再度回到台南。此时当地人已逐渐接受西方式医疗，因而马雅各医师的病人在短时间之内也增长许多。因此他又在艇仔角街另租一屋，作为福音及培育信徒之用，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旧楼医院。而今天的台南新楼医院就是相较于之前所建的旧楼而命名的。所以致力在服务乡里且远近驰名，新楼医院的创始人就是马雅各医师。上帝召我来传福音，在这个水的岛屿，这是做我第一大的荣光。起头设到那点，虽有拄到真多苦难，总是主赞我医好多多疑难。对安尼，伊有开大的门路，让福音通入人的心。愿上帝赏赐伊的大福，予台湾教会以及予恁众人。1868年，马雅各医师再重回到台南府城，在二老口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旧楼。那1871年，马雅各医师就回国。那到1900年，我们就在新的地方盖了新楼，继续由马雅各二世来担任院长。这位在150年前远渡重洋，不顾千辛万苦来到台湾宣教的马雅各医师，自打狗上岸开始，一路从府城看西街，其后皮头，再到二老口和艇仔角，先后设立医馆为人治病。他将外科医疗带进到台湾，将台湾的医疗设备与技术带进到另一个层次。从现今西来攘往的新楼医院，可见他为台湾所带来的贡献良多。不止如此，他更将医治人心灵的基督福音带入台湾，因为台湾的第一本白话圣经就是马雅各医师以罗马字拼音翻译而成。因为培育信徒灵命就是从读经开始，所以翻译新约圣经成了他重要的工作。
这也展开了台湾的白话字运动。而当时繁重的宣教工作让他身体不堪负荷，终究健康还是出了问题。不久他的身体健康就出了问题了哈，但是他拼命的做很多的工作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不仅是在台湾人当中做啊，他也进到原住民当中去做。一方面呢，他就开始进行反烟毒的运动，后来他把圣经翻译成台湾话，然后他也觉得台湾需要文字，所以他就在英国，他就去这个收集了一组印刷的机器，然后在那个时候，他居然可以把这一组机器从英国运到台湾来，然后成立了台湾的第一家印刷厂，叫做聚珍堂。以后在台湾，他们也办了《教会新报》，就是现在的《教会新报》啊。马雅各医师可以说是台湾报业的先驱，从他四处筹资为台湾引进第一台印刷机。可见他希望将西方的多项科技的开展引进台湾，并引领台湾进入跨时代的里程碑。从医疗到白话字运动，甚至到报业印刷的技术，这一位心系台湾并用尽一生为台湾奉献的宣教士马雅各，为台湾所带来的进步与用心，全是源于主基督耶稣满满的恩典与爱，更是走过台湾150年的宣教史上，为神做荣美见证且尽心竭力付出与摆上的荣耀事工。